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lan， 是 One Byte Design Studio 的其中一位 founder。我們在 GDA 2018的時候曾經拿過 Hong Kong Best Award， 對於我們公司團隊都很大鼓舞，在之後的創作都打了一支強心針。都希望跟大家分享，其實創作的過程是很艱辛，大家需要堅持。而我們公司的立場都很希望是對人，希望接下來大家在創作上對於人的需要、人的行為可以多些著重，希望做一個更加好的設計給大家。都希望接下來 GDA 2021可以見到大家的作品。